好，各位，他惩罚的是，他用一口哦，而且你们要罐头的对不对？罐头有一个汁超丑，来，我喂你。刚你弄我嘛？你看，他这不需要人家喂，因为他是一口吞，这很恶哦，是很恶哦。哎，这一个想法，这是生的还是？哎，我需要水，我需要水。很多韩国人很喜欢吃。对，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。 这个任何一个女生弄到这个都挂掉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小恩超爱吃的？叫什么？红烤鸡。哦，台东。好吃哦。怎么可能会好好吃？嗯，咸咸的。这个会好吃？你们疯了哦！是咸咸的，好可口，可以喝水吗？把它当豆类吃，豆类，我觉得其实有点像豆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，我只要点而已。 老板，咸咸的，其实还蛮好吃的。小吃完呐，不要一直吃啊！你们吃两个，这好恶的，这个如果不是哦，我真的会翻脸。多棒啊！你注意哦，这有可能不是哦。你看他那个阴险的笑容。红红的鸡，哦，笨的鸡，是哎，都闪了，都吃了一半。这到底是什么啊？张一东都好没用哦。对啊。 他就是，不要想他是虫，你就是讲他，真的像坚果类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咸甜甜的，很好吃的。是来，对啊，这男人很好多吃点哦。你真的吃的多啊？用了呀，红桂帮我吃一口，赶快用了。我帮我吃点，不要用了，不要用了呀。不要啊，用了呀。我们也不会有一个恶心的呀。我好像是玉米哦。嗯，我已经吃了两碗。好吧。 他当外人呐，他要跟你在一起，而且这很臭哦，来一口，你不要嚼，就直接吞下去，这个是感冒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我刚刚上网 Google 过的，你吃了会治感冒，不要嚼，直接吞下去，不要嚼，当药丸吞，你等下感冒就好了，对，蛋白质，蛋白质。 哦，天哪！吞不下去，吞了吗？你知道你救了王琴吗？好像我是这个，打了个饱嗝。王琴，你要感谢他救了你。真的，很气的。哦，这我真超怕的，比地鳖虫还难吃。好。 Bye.